欢迎晒八位 ，Hi， yeah，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Lolita。坐在謝世界面前有八位以粉紅色為主、青春到爆炸的成員在這裡，先介紹一下自己先。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妹。Hello， 我是 Cindy。Hello， 我是阿優。Hello， 我是 Tania。Hello， 我是阿蛋。Hello， 我是 Elka。Hello， 我是 Yanny。Hello， 我是妹妹。歡迎來到叱咤樂壇啊！ Yeah！ 大家亦都可以在 Lolita Talk 的 IG 和903 Music 的 IG 咧睇到佢哋好有動感嘅呢一面啦，雖然坐住喺度啊，但你 feel 到佢哋咧，哇，蠢蠢欲動啊，好想跳舞啊！仲有嘢講下先，其實出道只係短短一年啦，已經派咗五首歌曲，而對上一首嘅七姊妹星團咧，更係第一次得到我哋903專業推介嘅冠軍。你哋有冇聽住老老數榜，定係人哋話俾你哋聽？因為工作關係，係點樣得知呢一個消息㗎？其實我哋係有一齊聽住數榜嘅，因為我哋係全部喺個，即係雖然我哋唔係全部喺同一個地方啦，咁我哋都有喺個 WhatsApp group 度講，哇！今日快啲聽電台，快啲聽電台咁樣啦。因為咧，即係我哋即係都知道係倒數上去噶嘛。跟住其實一路聽嘅時候，一路好緊張。哎呀死啦！今個禮拜係咪要落榜咧？今個禮拜係咪要落榜？係啊！即係明明上個禮拜仲喺度嘅喎，首歌點解第三位？第三位都未係我哋，第二位都唔係我哋，都已經走咗。係啊！啊，你意思係有少少唔？相信自己是會攀升去到這個位置啊？係啊，真係冇諗過。係啊，對自己咁冇信心。咁誒，終於從盧盧把口講出嚟啦！你哋各自嘅反應係點樣？或者喺個 group 度邊個第一個爆出嚟，係 send 一個乜嘢 emoji 出嚟？應該係阿妹咯，我諗係。聽曬嗰啲流眼淚啊，喺度爆炸，係咁炸佢哋機啊！瘋狂心，有啲咩 emoji 添啊？有嗰個，我哋通常都中意 send 嗰啲 meme sticker， 貓貓但係有眼淚嗰啲，喊，即係就成日 send 嗰啲，跟住好感動啊咁樣，跟住我哋有錄音咯，跟住然之後，係啊，大家都話好感動啊 ，Oh my God！ 你哋有冇喊啊？嗌咯又，我有喊，我有起雞皮咯個下，有尖叫，係咪 Elka 唯一一個喊啊？即係聽到喊啊！我有眼濕濕咯，即係好感動嗰一下，唔知點解，即係我起雞皮先嘅，但係係啊。聽到自己的名字即係 Lolita 咁樣，跟住係攞到冠軍歌嗰一下係好感動，係、哦、完全感受咧。我係特登上我哋嘅 TG group 咯，之後就同波板行一起倒數，之後就一起尖叫，一起勁興奮咯。啊，咁佢哋咧，佢哋會 send 啲咩反應出嚟啊？佢哋就係好中意sticker，係啊，就係你哋八個嘅 sticker， 唔同嗰啲動作嗰啲咯，係之前所有嗰啲 cap 圖出曬嚟啦。冇錯，係一個好值得紀念嘅一個 moment 啦。而過去一年咧，可能都引證住你哋唔同階段啊。仲記得譬如喺八 seconds 嘅時候咧，都係試下水啦，組成咗 Lolita Talk 啦。可唔可以而家回望翻啊？雖然只係短短一年日子，你哋經歷過幾多個唔同階段啊？哇！其實咧，我哋Lolita Talk 即係。其實經過了很多不同迷茫啊，或者可能是我哋組成的不知道之後應該要做咩嘅階段啊，即係譬如可能我哋一開始咧係我哋係由一個 YouTube channel 到我哋唔肯定到底自己做女團啊，或者到我哋可能真的成立了女團啊，然之後我哋之後嘅未來的發展是點樣啊，跟住就有很多不同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迷茫啊，或者係想法咁樣咯，跟住但係就冇諗到可以而家到我哋即係第五首歌咁樣咯，即係覺得啊原來時間過得好快，同埋我哋都即係成長咗好多啊！個心態上都有好大變化啦。咁而家望翻，哇！當初雖然迷茫，好彩我哋靠住一把火做㗎。係啊。咁大概去到幾時知道？哇！原來我哋好多人喺電台門口等我哋㗎。我諗係我哋五種嘅時候。係啊，五種嘅時候。係啊，因為我諗可能係即係三蚊甜係真係喺 internet 好 viral。跟住令到大家認識我哋，跟住我哋出新歌嘅時候咧，大家就喺電台門口等我哋，真係以行動去支持你哋啦，真係 show up 啦佢哋，係啊，即係真會嗰下會確確切切覺得，哇，原來我哋真係以歌手嘅身份係有咁多人認識我哋咁樣，咁喺。當刻咧，仲記得哇！真係有咁多人，即係嗰個意外咧，係點樣
個反應係點樣㗎？你哋當初未估到㗎嘛，因為之前冇啊嘛，未試過啊嘛，係點啊？仲記唔記得？我以為係有，即係佢哋係等緊其他人。今日係咯，係咯，咩今日有男團嚟咩？同埋有啲受寵若驚咯，即係覺得哇冇諗過，原來係等我哋，佢哋嗌我哋個名咯，跟住我哋覺得啊好緊張啊，點算啊？有咁多 fans 喺度嘅咁樣。而家你都係咧捉住隔離嗰個，而家係捉住咗 Elka， 哎呀點算啊？直情係模仿翻當日嘅感覺啊！所以亦都由嗰刻開始覺得，嗯，我哋要好好回饋呢一班支持我哋嘅朋友啦，直至到現在啦。嚟到第五首歌啦，呢一首歌係。是 Lollytalk 的一把火，作曲方面找到 J.R. 雷心如，作詞方面有殷敏賢和鐘雪，編曲方面有鄧東城 E-City， 監製找到蘇道哲和 Jan Curious 的。今次七姊妹超新星要燒得更加旺盛，八人集合成一團火，誓要炸爆這個場。今天有 Lollytalk 一把火。嗱，呢首歌推出咗之後咧，當然亦都係大家蜂擁咁去聽啦。電台亦都開始播啦。都有兩邊聲音嘅。有邊朋友咧就話：哇，好正！佢哋好有型啊，同埋好有力量啊咁。而另一邊咧，你都會聽到還我甜美咯。誒，而家俾翻你啊，今日還我甜美啊，還咗啦。今日係特登還你嘅，本來佢哋想著黑色上嚟，係啊，特登粉紅色 ，show 多啲俾大家睇先喺 IG 嗰度，大家可以 IG 睇我哋，係啦，要 capital 啦呢個，好嘢啊！你哋都聽到唔同嘅聲音啊，不如先講你哋嘅想法先啦，係咪好鋭意地要轉型啊，定係點樣咧？其實一把火呢首歌咧，我哋其實有兩個意思係想帶出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會覺得啊，即係頭先都有講到啦，由我哋出道去到而家啦，我哋當中一直思考，即係其實我哋發現我哋係會有迷失嘅時候啦，即係開始會覺得哦，好似我哋好沉迷於即係我哋一開始係好甜美嘅 style 啦，好青春、好活潑，而好多人都會好中意呢一個面向嘅 Lollytalk 咁樣啦。而我哋就開始就覺得哦，好似大家都好中意我哋，咁不如我哋就一直咁樣啦。但係我哋就去到有一個位置就覺得就係、是、哦，我哋唔想咁樣，即係我哋係我哋仲有更加多係啊，好似製造咗一個 comfort zone 俾自己，係啊係啊，即係好似一個框去框住咗自己咁樣啦。所以我哋都好想一把火呢首歌咧，係即係。我哋係想表達出我哋自己好嬲自己嘅呢一面咯，即係好嬲自己，背住便嬲住，好嬲啊！嬲成把火。喂，但係呢一種嬲咧，係喺你哋平日傾偈傾出嚟啊，定係喺做新 project 嘅時候？喂，不如我哋轉下啦咁咧，即係呢一種嬲係幾時開始嘅？其實是無意中，我哋大家都即係真係傾偈嘅時候流露咗出嚟，即係發現原來大家都有呢一個諗法咯，即係大家都係唔想，即係會想繼續去嘗試一啲新嘅嘢，好想跳出呢個舒適圈咯。係，即係可能我哋呢一年嚟，除咗我哋製作唔同嘅歌之外啦，中間過程可能有啲演出嘅時候，每一次都會覺得啊，其實我哋係應該要更加多嘅進步，更加多嘅突破，應該不斷 create 一個 comfort zone 俾自己咁樣。咁所以就有呢一個諗法咯。同埋咧，因為一把火呢一個symbol 咧，其實係鐘雪佢哋賦予呢一首歌嘅，填詞人係啊，咁然後我哋會覺得哇，原來係有即係原來佢哋覺得我哋嘅呢一個嬲自己嘅諗法係一把火，咁啲人就覺得哇，其實係可以講到薪火相傳嘅呢一個面。哇，原來有幾個層面嘅，係啊，因為我哋每個人心目中嗰個新氣咧，就會令到我哋其實更加 drive 我哋去進步嘅一個動力啦。而我哋每個人一把呢火呢樣嘢係會蔓延落去噶嘛，係可以蔓延落去嘅時候，可以感染到其他人咯。亦都希望我哋可以我哋作為一把火咧，係可以將香港嘅呢個女子組合嘅呢個薪火。我繼續傳落去，哇！勁有力量啊！咁即係話喺揾 demo 或者揾歌嘅時候，你哋都係好目標為本地 ，no 甜美 please 咁係咪啊？我覺得是因為我哋某啲成員都一路中意譬如 K-pop 流行嘅一啲 EDM 風啊，或者一啲K-pop 小格 K-pop 嘅格少嘅嘢。咁咁啱我哋又收到呢個 demo， 就覺得哇，我哋可以試下去做，因為呢一面都係覺得。
我哋想帶出嚟俾大家睇到嘅，呢個都係 part of Lollytalk 嚟嘅。或者開始俾其他面向俾大家睇啦。喂，咁我都想問咧，喺你哋製作音樂或者要揾新歌嘅時候，成個運作係點嘅咧？即係首先你哋平日傾偈有啲諗法先啦，同經理人講，喂，我哋想咁啊，或者我哋平日中意呢啲啊，定係喺一大堆歌入邊，聽到呢首喎，係點玩法嘅咧？其實咧，我哋係因為我一路都知道佢哋好中意一啲 K-pop 嘅嗰啲 EDM， 好中意，真係好中意咁樣。係啊，佢哋有啲中意啲女，係啦，跟住之前係啦，跟住之前四首都冇嘅。係啊，但係咧，我真係一路都有即係聽到呢啲聲音，咁好想寫呢類型嘅歌。咁但係覺得自己一路都寫得唔係咁好喎。咁所以咧，我就同經理講，可唔可以咧，我哋揾一首歌，尋覓下，係啊，尋覓一下可以適合 Lollytalk 嘅一首咁樣嘅 EDM 嘅舞曲。咁終於咧就收到 Jerry send 過嚟嘅呢一首 demo。咁然後就覺得哇，其實佢係型得嚟，又有啲 sweet sweet 嘅感覺，就好有 Lollytalk 嘅 vibe 咯。哦，亦都甩唔曬嗰啲甜，亦都 keep 住保留俾翻你哋咁樣。我哋而家就聽下睇下，或者你哋重演翻當時你哋聽到呢個 demo 嘅時候嘅反應。好啊，會唔會又係 send 嗰啲咪出嚟咧？留嘅爆咪啊！好，我哋聽聽 Jerry 嘅 demo。看過我們 IG Live 的波板堂應該很開心啊，直情好像跟他們一起開會去製作這首歌。幻想你們當日聽到這個 demo 就是好像你們頭先在直播室的演出一樣，是直情是一個演出來的，一路跳一路跟著唱，即是幻想就是當時一聽這個 demo 就是手舞足蹈，還有知道是他了。那 Jerry 是特地為你們寫還是收 demo 收回來，你們知不知道？哦，我哋應該係收 demo 收翻嚟嘅，因為我懷疑佢啲 Mr. Honey 嗰啲係都係為住甜嚟寫嘅喎。喺我哋 IG comment 嗰度咧，朋友發明咗一個新名詞啊，跳唱版大家聽得多啦，坐跳版。頭先喺 IG 度咧，大家就有幸睇到啦，一路播緊歌嘅時候咧，我哋面前呢八位 Lollytalk 成員咧就坐喺度都跳到俾大家睇，呢一個就係 dance chart。一個坐跳版的一把火是緊緊在我們903直播室之內看到，真的很好看。你們有沒有 Dance Challenge 的呢？這首歌我們都希望可以玩到，可以不如試試波板堂 cap 了剛才那一段，自己練住先，練住先，手勢先，坐在那裡手勢，還有到他們每一個成員唱的時候，其他成員又會指著到你了 Yenny 好了，大家自己創作無限的玩法啦嚇！呢一首歌咧就啱啱聽完啦，一把火仲睇完一個坐跳版，跟住我哋咧就要睇睇喺 IG 上面嘅問題，係問你哋啲咩先？係啦，最多波板糖嘅問題啊，就係問啊，依首歌一把火幾時會有機會啊 live 嘅 version 可以俾大家睇到？其實咧，我哋一有呢一首歌咧，而家見到大家 wall 咧，就知道大家其實好期待有呢一首歌嘅 live 咯。不過我哋暫時仲未知幾時。有 show 係係啊，對，期待下啦。其實我哋希望我哋係有 dance version 嘅，咁都可以完完整整俾大家睇到嘅，俾大家睇，係啊，係未準備好嘅一個 dance version 嘅 MV， 籌備中。哦，仲排練緊嘅，大家都係啊係啊係啊。另外仲有啊，就係嚟緊下一個會 solo 或者係會唔會有小分隊嘅出現咧？因為大家好想見到再多啲面向嘅 Lollytalk。我哋暫時都未知為主。我哋今年都係以為團為主嘅，係。咁下首歌準備好未咧？同埋個數字係啲咩咧？可唔可以透露下？你估下？就係秘密嚟嘅。係啊，係啦。其實你哋而家儲齊咗13578噶啦。係啊，係啊。爭246。算下，估算下九，他計唔計埋零？零唔知噶，可能計。俾下一首歌嘅填詞人去幫我哋諗下，可能下一首歌99啊。同埋咧，你哋每一次同填詞人講嘅時候，其實有冇俾方向或者俾個目標性？我哋一定要有一個數字喺入邊嘅咁嘅咧。一開頭就冇嘅，但係去到因為好似出完八同埋三之後啦，咁啊 T-Rex 發現咗呢一個 pattern， 咁就覺得不如有五啦。跟住後屘咧，就大家都加個數字，加個數字，係啦，係啊，係啊，即係開頭真係無心插柳，係啊，係啊，係啊。咁既然係咁，而家會唔會下一首都要有數字咧？應該都有，係噶，係應該都有數字。係，不過咩數字就大係啊，估下咯。你哋嘅 lucky number 又係啲咩咧？我哋每人都係啊，我哋有分我哋嘅麥嘅 number， 係啊，係啊。
阿妹是什麼 number？ 逐個講啊。我是三號，我是二號，我是一號，我是五號，我是七號，我是八號，我是六號，我是四號。全部都不撞的，特登是吧？是啊，是啊。叱咤乐坛继续陪你热闹乐坛，即刻 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 YouTube 揿着个钟仔订阅啦！想随时随地听翻精彩节目内容，快啲订购商台节目重温啦！